要是有什么突发状况，就得跟紧我。什么意思？保护你啊。什么时候说话？啊，我刚离开昆都，他们一定会发现。到时候晚上8:05准时撞货，撞完货就出发，明天早上到香港。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到香港之后我们一起去找我妈。啊，我还有脸见你妈吗？就上船说，先上船。8:05装船，休息一下吧。江磊和刘凯华已经上船了，但是没有看到万和达。我知道了，陈宇还没到吗？陈宇，哦，到了，您稍等。报告陈副总，我已经到吴政府身边了。陈宇，你听着，江磊和刘凯华已经上船。刘凯华上船，会不会对行动有影响？虽然现在找到了江磊，但依然无法确定毒品是否就在滨海码头，是否用这艘船运毒。报告陈副总队，货物已经堆在码头了，而且有马仔在把守，我想伸进去确认。陈宇，保护好吴振峰。等天黑以后，你悄悄去侦查，只要确认万和达和毒品的位置，马上撤离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行动的首尾是在香港，不在这里。是。谢谢。这个时候，我是不是应该说，应该的？对了，等会儿要是有什么突发状况，记得跟紧我。什么意思？保护你啊。哎，怎么说我也是大哥对吧？万一有什么事的话，也是我保护你。我是警察，你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是毒贩，我去更方便一点。你啊，你是被他们中途轰下船的。行了，我就悄悄地去搜一圈，确认一下货物，不会有事。我怎么觉得吧？我说万一啊，如果遇到什么事，你得有个帮手。3年前都没有一块回去，这次不行，怎么也得一块回去了。